Hello，大家午安，星期一又来咯。今天呢，外面下着雨呢，真的是有点，大家记得把雨具带好。然后呢，天气变凉了，然后大家一定不要着凉了，外套也要带好。那这几天应该大家开始拿了非常多衣橱里面的衣服出来穿咯，不论是小外套啊、薄针织啊等等之类的长裤啊，应该都开始慢慢的出来了。那剧院呢也有一系列的衣服啊，就是按照季节让大家可以方便穿搭哦。那今天呢最重要的就是我身上背的包包要送给大家之外呢，它开卖了。然后这个包包啊，它是可以预购的，但是呢数量就是现货有帮大家准备，所以呢记得它是可以预购的哟。然后可是呢应该没有人想要等预购啦，大家都知道剧院只要上新品，你现在买的话下午就出货。今天算是礼拜一非常忙，但是呢只要有买到我们的包包的粉丝呢，就是都可以当天出货。好，那这个啊两个颜色都是我非常喜欢，有没有发现今天没有太多话想说？因为呢今天这个包包我担心大家买不到，所以想说第一个等一下就要来介绍它咯。 Hello 大家可以看得到妞儿吗？然后呢我看一下我的留言，有看到 Hello 妞妞，你们可以多打一些字吗？因为有时候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看不到你的留言。好，那这个包包其实它可以两用啦，那等一下妞儿会来推荐大家要买什么色或者是该买什么色。那今天礼拜一啊，就是一样啊，剧院都会带给大家正能量，所以今天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上一款风衣外套，今天是最便宜的，没有破千，那之后价格没有这个了。那风衣外套一早就很多人抢了，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风衣外套制作时间非常的久，但是我们今天一样准备满满的现货给大家，所以有买到我们风衣外套的一样跟包包今天可以一起出货，一起带给大家咯。好，记得关键字要打上去咯。 Hello 好，那包包的部分等一下大家会有非常多的疑问啊，放得下什么之类的东西，或是有几杯啊、多少钱之类的。好，所以呢剧院非常少卖包包，但只要一出级的包包就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这个小帮手你可以帮我协助一下，这个是可以开预购的哦。我担心等一下大家如果跳预购的话它还是可以买，只是说呢你要等追加期哦。那如果你今天购买的话，就是下午就可以帮你出货咯。好，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最甜的价格，然后最便宜的价格咯。好，那我今天就二话不多说咯，我想先来介绍我的包包，因为我觉得包包好可爱，而且我本人是两色都买，但是我比较担心是大家我觉得很难两色都买，通常喜欢一个包不会买两个颜色，那你等一下自己慎重考虑一下。好，所以呢妞儿要开始来介绍它咯，大家 OK 赶快进来咯。那我今天这一身穿搭我觉得就是很适合今天的天气，我就是出门的时候有点凉，可是呢其实我觉得一整天就是稍微搭两件衣服这样还蛮刚好的。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做我的衣服介绍穿搭咯。好，那来，我的手机还是要先拿出来，我不确定留言是不是有，是不是？好，来，我跟大家讲哦，大家这个包包有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背的这个有点像驼色的，一个是黑色的。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链条都是用这种古铜色，所以看起来超级昂贵跟高贵的。我跟大家保证哦，这个包包非常的柔软，非常，它不是那一种就是闻起来有合成皮很臭的那一种，它是那种软的软式的，所以呢你要放东西都非常的好放。但它有两背，一个背法就是我现在的斜背，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比较小晚宴手提手拿的背法。再来呢，大家的手机都有大与小嘛，妞儿手上这一只是大只的手机，放下去完全不卡，非常的刚好。那长夹放不下，中夹可以，钥匙钱包跟口红都可以轻松的放下去哦。好，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是现货，如果大家有疑问的现在赶快问。来，这一颗包包是对妞儿来说不重，跟大家讲它其实没有到超大，所以它是用非常非常的轻盈的皮革，但是大家会担心重的一定是这个链条，对不对？其实链条我们也有挑选过，因为有的真的很重，有的还没有装东西的包包就很重。这种包包谁最怕？妈妈最怕，因为呢有时候自己要带孩子也没有办法放太多太重负担自己，所以这个对于妞来说它算是轻的。大家也可以到官网上看一下那个功课书，应该都看得到。好，来，包包的容量哦，
好，包包的容量，我好请小帮手帮我升一点东西来好了。好，来包包的容量，首先呢，我先跟大家介绍包包内面长什么，里面长什么样子。我请小帮手来升一些东西给大家。里面内装啊，它是可以先放一个卡夹，之后呢，里面一样有做一个拉链给大家，比较隐秘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里面的部分也是做皮革的，非常的精致。再来呢，这边完全是柔软的皮质，然后我刚刚讲它是古铜色的，搭起来超美。今天是怕你买不到现货，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感是这么样的柔软？然后下面一样是有厚度让大家来做使用的。好，再来呢，这个包包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咖啡色我很大推，黑色我也很推，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如果你有选色障碍可以问妞儿。而且呢，这个长度是150公分杯，也不会太长的长度。好，然后呢，或者是你今天你想要变成双链条的时候，超简单，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变吧，把链条绕过就变两个这样子。好，超级可爱的，好，小帮手要帮我装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也给大家看一下颜色。这一颗颜色啊，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颜色，如果你是喜欢穿比较偏黑衣服的人，我觉得拿这个颜色超好看。不论你是用拿的，还是用这样子背的，哦，我刚告诉大家，它有非常多背法，就是你比较娇小的女生可以把这一条链子卡在外面，所以你看明显背起来它就不会太长到屁股这么长。好，那另外一种背法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身高自己去做变化，我觉得这包包还蛮多有趣的地方，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链条去做不同的长短变化。你身高比较高的女生，链条把它藏在里面哦。好，我再背一次给你看。好，它就会比较长了，长到屁股了。所以呢，你呢，如果身高比较娇小，你把链条放在外面，变到外面的时候，它会稍微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比较适合小个女生，然后比较高个女生你可以降下来。那你想侧背，当然你想降长一点就放到最长，它非常的好用，这样子就有三个间距让大家自己去做选择哦。好，如果包包随时有问题，重量问题等等之类的，都非常欢迎现在你来问。那我要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包包才500多块钱，超级便宜的，然后咖啡色我觉得超级有质感的。好，来，小帮手感觉很能装，对不对？好，我跟大家讲哦，这个小包，这个是小帮手给我，现在这个黑色是装好东西的，本人的感觉还是蛮轻的。好，这个是黑色手拿的感觉，其实它里面装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来解剖一下咯。好，来，你看，一个就是我把链子，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是链子在里面，一个是链子在外面，你们看一下长度差多少。来，一个是在我的这边，有看到吗？所以比较小个儿的你可以用黑色的这边的长度，比较高个儿的你可以用到屁股这个长度。好，所以两种长度都教大家了，它非常好调整，不懂的话你都可以随时私讯问我们的小帮手。好，我们来看里面可以装什么。哇，小帮手的钱包在里面。好，钱包，然后这个，然后它装了两只墨镜，怎么还有遥控器？我们用遥控器取代我们的中夹，所以呢，它刚刚全部装好之后啊，其实我刚刚看它有很多空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是软皮革的，所以超级好塞，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就可以把钥匙、钱包、什么手机、什么东西全部关起来。好，你看包包完全没变形，完全没变形，塞了两只太阳眼镜在里面。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这颗包包它非常的好装，手机大只的、小只的 iPhone 或是 HTC 的大的规格都是可以很轻松的放进去。总而言之，我比较担心大家买不到啦，我是不是怕大家不买，我是担心大家买不到。那皮革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棒的皮革，然后手机大只的是完全装得进去。好，大家对于包包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剧院非常少卖包包哦，但是呢，只要一卖包就是很厉害。那现在都是全数现货哦，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价格超级便宜的。好，就这样了。然后如果呢，这件是我今天的穿搭，它是追加的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它是一个棉麻材质，也可以请小帮手就是把大家那个衣服的连结带给大家，有绿色跟黑色，应该很多人都有收到了，对不对？哪个颜色好？来了，
我觉得一般的女生还是会买黑色。老实说，我觉得一般的女生还是会买黑色。但是我觉得比较喜欢个性、拍照抢眼的女生，你们大可以尝试一下咖啡色，因为秋冬的衣服，等一下后面也会一系列的搭配给大家看。那黑色当然就是完全没烦恼的，而且它的皮革两个颜色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我确实看到早上非常多人两色都买，但我是觉得你可以先买一个啦。如果你喜欢，你绝对会再来买这个，也不需要妞儿再推荐你了。你的好朋友绝对会问你包包在哪买，因为我觉得它质感真的非常好，然后车线啊、收边啊，我觉得都很赞，所以才会推荐给大家。那我再提醒大家，它有两个长度可以调整哦，一个是把链条小个的链条放在外面，它就是在我的腰以下。那另外一种就是链条藏在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它呢？就是长度有没有两个长度不一样？再来呢，两个都可以变成现在最流行的手拿或是肩背包的长度，非常的方便，超有质感的，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我也来变一下。好，所以呢，你们有想到要买什么颜色吗？怎么办？好，我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问一下包包的细节，好不好？好，包包的表面容易被指甲刮伤吗？来，我跟大家讲，因为它是完全软皮革的，你透过镜头看，如果很尖、很刺，甚至像剪刀的，一定会皮革一定会。但是如果是指甲，它真的不会，指甲是真的不会，因为我们家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软皮，在镜头面前应该都看得到的。好，马来西亚有啊，马来西亚有上包包。好，那我自己啊，两个颜色我都有买，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先选一个你最喜欢。那我刚刚有教大家，就是你喜欢比较拍照凸显设计感，然后秋冬比较亮色系的话，一定是选咖啡色。那如果你觉得说我不想为了每天在想说包包要配什么衣服的人，那你就买黑色经典包，不会脏又好搭配。而且刚刚讲过，它是全它的这个金属全部都走古铜的，好，全部都走古铜的，所以呢是非常有质感的。它不是真皮的啦，真皮的我相信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价格，但是它的皮革是非常细软的，我觉得它不是那种硬挺的，不是那种摸起来很重很硬的，空间非常大。刚刚有放过了两只太阳眼镜啊，然后口红一大堆一大堆，空间我觉得比起大家现在的小包都大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够用的。中夹、钥匙、钱包跟口红，你必备的东西绝对都放得进去，绝对都放得进去。好，就这样，包包先这样咯。包包今天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希望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包到底好不好装、好不好用。那妞儿本人是非常推荐的，我从从来不太卖包包的，但是呢真的好东西一眼就中，我就是一定要帮大家定制这一款，非常喜欢。好，等一下包包还会有后面的穿搭哦。好了，那我就要来介绍我身上的衣服咯，好不好？我身上的衣服呢，总共呢，这个外面是外罩衫，是我自己追加补货到的啦。那卖场今天也有现货，它有绿跟黑，它就是一个棉麻材质，你冷的话可以加长袖短袖背心在里面都可以。然后就像我刚刚啊，一开始可以这样，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就是绑起来的小风衣。那它是棉麻短袖的，有点微小宽袖，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请小帮手哦。好，长夹放不下，其实大部分现在所有专柜的小包长夹通通放不下，因为我本身呢，我自己的包包有整个衣柜这么多，小包非常多，没有一个放得下长夹，所以最后我还去买那个零钱包。好，所以呢这个是趋势啊，这个是流行。当然有一些工作需求你们会喜欢大包，但是呢小包通常老实讲，你们看到所有的专柜名牌小包长夹通通放不下。好，所以呢其实这是就是大家一个穿搭的部分介绍一下给大家了。好，那上衣我先脱掉了。首先我来介绍的这个背心就是这个你们好好听好，这个我也会认真介绍很久，因为呢它看起来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简单，但是为什么呢我要特别讲那么久呢？好，我要跟大家讲，它是一个非常高质感的一个背心。好，它是外穿背心，它不是小可爱，三个可爱的颜色给大家选择哦。那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一块是非常棒的棉料，非常棒的棉料，它的弹性有这么大。好，它是一件背心哦，
再来呢，它有满满的罩杯给大家，一体成型，厚厚的罩杯，这个罩杯大概有快两公分，来大家看一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我要跟大家讲，这一件弹性它不是小可爱，我们做的是背心，好，然后它的弹性是到 L 号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不论是前还是后。再来，刚刚说了，它有满满的大罩杯给大家，它非常非常的。真的罩杯做得很漂亮，它是大概有两公分厚度的，那一样可以拆，一样可以放哦。那这一件呢、其实啊，现在小背心虽然是秋装，虽然天气变了，我们不会停止卖背心，因为背心其实现在已经不分季节了，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因为你都需要做一个混搭，对不对？好，来先给大家看它的弹性，我刚刚讲它是那一种有磅数的棉，绝对你收到你会满意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直播真的什么看不出来，这样看过来就是一件很普通的背心，但是它的质感跟它的磅数你绝对会喜欢哦。好，再来呢，它的弹性好之外呢，肩带的部分是做整个高弹的棉料，非常舒适的棉料，然后一样是做一个微方形的设计，然后背面呢不会露肚子。好，它就是一个靠在你裤头上的一个背心，那它可以搭什么呢？太多太多了，所有的花衬衫、秋冬的衣服，甚至我刚刚的衣服也都可以搭。好，然后今天我们上架超级强大的风衣外套，这个也可以搭。好，所以呢，里面取决于你的季节。来，这件风衣外套我今天讲了超级多人，早上我们还没有直播就买了，我觉得一定是老粉，因为呢就觉得这个东西没问题，一定要买，你看好不好看。而且呢，今天不用破千你就可以买到这么标准式的风衣外套。好，不用破千，就走今天天天价的第一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好，所以呢超级好看的这背心，就是搭在里面或者是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要单穿搭花裙都非常好看。好，我们稍微请小帮手帮我们准备，比如说上身我们可以搭的衬衫，或者是下身可以稍微配的一些小小花裙啊，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look 给大家。好，那我也可以再把今天，如果你今天有买这个反差的牛仔黑色的这个罩衫外套衬衫，这样子也可以搭。我觉得这个背心啊，会让大家的身材比例变得非常的好。那不论是侧身的胸型，因为它有两公分的厚垫，可以拆可以再加，通通取决于你自己。但我要特别的强调，妞儿今天是非常大推这件背心，因为担心大家摸不到，但是它的质感是给它102分，多加了2分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挺板，然后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好，所以呢白色呢，我觉得它可以搭的东西很多，就是单穿我觉得夏天这样搭，而且它不太挤副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弹性太好了，弹性太好，所以今天这个也是我觉得一定要买一个颜色回家穿，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啦。你只要买一个颜色回家穿，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好，上衣的部分呢，我稍微搭一下白衬衫。其实白衬衫对大家来说就是很基本的，我觉得大家其实不太用特别的在买券啊，或是家里应该自己就有白衬衫了。白衬衫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基本的一个代表，就是天气微凉的时候你可以夹在里面，或者是呢比较炎热的地方你可以再绑起来，然后穿一点小性感。反正这一件它不是小可爱，它是外穿背心，外穿背心非常好用的外穿背心。那我们做了三个颜色，就是黑色、白色跟蓝色，最基本最漂亮的颜色给大家。那这个是比较素色一点的穿搭，那小帮手也准备了两个比较花的裙裙，家里面或是你有买剧院的这种花裙，再搭个牛仔外套搭下去，你的身材比例跟整体的容貌真的很漂亮。或是秋冬一点，我们来搭一些豹纹裙或是骑士领外套，都会非常的好看。总而言之，这一件我就不多说了，这一件呢、你信得过剧院的话你就会买，如果呢你觉得它很普通不买也没有关系，我们就等之后粉丝来分享它到底好不好穿。它真的是妞儿非常大推的一个棉料的一个背心，然后我觉得它罩杯也够饱满哦。好，再来呢，第二个颜色呢，我就要穿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水蓝色。好，这个
水蓝啊，它是非常标准的水蓝，超级标准的水蓝，就是我们所谓的水蓝色。好，那它有一点点就是微秋天的感觉，莫兰迪的蓝，但是呢整体来说它还是水蓝色，它非常的有质感，穿起来非常显瘦，非常显白。然后我刚刚讲了up 因为有两公分的厚垫，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拆掉，而且一体成型的罩杯就让整个胸型是非常饱满好看的啦。好，没看到外套等一下会介绍，不用担心外套还没有介绍。好，所以这样子也非常好看。然后你看哦，如果是夏天啦，马来西亚港澳粉丝可能现在还是热的，台湾最近稍降气温，大概20出头度，所以比较凉的会加外套。你看今天的这个包包，你就这样给它搭上去，完全有型，简简单单就出门了。然后弹性非常好，要做什么它才不会挤肉啊，弹性好才不会把肉溢出来跟挤出来，所以呢这个下摆啊它不会很紧，就不会挤到你的肉，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好，这样轻轻松松不就可以出门。然后你看你想要搭拖鞋啊，小白鞋啊，还是小靴子都可以。那蓝色一定会有人问，我觉得蓝色如果你今天穿蓝色就比较不适合搭咖啡色，颜色没有那么的好看，所以我觉得你蓝色可以搭黑包哦。好，那如果是蓝色我们想搭一些外面的衣服的话，其实像我们今天有上架的这个风衣外套，等一下妞儿会穿。你不喜欢常常都是黑白配的人，其实很容易，好，很容易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好，然后这样把它绑起来，我觉得看大家所在地的天气，那风衣外套等一下会介绍，今天这风衣外套随便绑随便穿都很好看，今天不用破千又有现货，等一下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外套。这样子搭你看就不会常常就是黑白配非常非常的无聊。好，外套等等再搭哦。好，那我手这个等一下觉得我们穿蓝色的那个背心啊，我觉得搭白衬衫非常好看，跟刚刚那种全白的感觉不太一样。你看这样就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即便是你把它就是当成是外罩，我觉得也很好看。那如果今天呢想要给它绑在肚子这边，想小遮一下肚子的话的人可以这样。然后黑包，好，再拿一下，超可爱的。你看你是想要小肩背还是这样拿，还是侧背都可以。你有没有觉得身材比例非常好？因为我有这一件三扣牛仔裤，现在台湾官网跟大马官网应该全部都是零码，有台湾我记得有 ML 菜咯，你们稍微自己去看一下，它就是我们家卖的最好最好最好穿最瘦最弹的牛仔裤哦。所以有了它无敌哦，我的鞋子没有加任何的鞋垫，就这么好看。然后蓝色非常显白，副乳大家不用担心它不会挤副乳，因为刚刚讲了它够弹性，够弹性。好，是不是很好看？今天我才介绍两个我觉得都很赞的东西哦。好，再来第三个颜色，就是大家呢其实不用妞儿介绍，大家也都觉得非常 OK 的颜色，那就是黑色咯。黑色呢它就是一定是穿起来三色里面最显瘦最显瘦的颜色了。好，那黑色呢来跟大家介绍咯。黑色我觉得你就是一定要买的啦。然后呢黑色它就是穿起来非常纤细，好，来给大家看一下，纤细的要命。好，就很纤细，也不挤肉，一样是高弹，这是到 L 号都非常的弹。那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因为它有两公分的厚垫，所以胸型非常漂亮，而且是一体成型。侧面呢，让这个非常没肉的妞儿，我为什么很喜欢这件？我上身没有任何一点肉，穿这个呢，开心死了。好，所以呢，好，洗衣机包杯，我教大家，你不想要它不会跑杯，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杯，你的杯不会上上下下。如果你想要保持你的杯永远都这么漂亮，请你在洗涤的时候把它抽出来，不然就是装洗衣袋。然后它的杯真的做得很漂亮，你看白色很美很美，然后它就是超级高弹，它是背心不是小可爱，因为小可爱的料子薄非常多，发饰它的磅数非常够，让大家穿起来不论是外穿内穿都很好看。然后它是走一个我觉得 MIT 非常棒的一个棉质哦，棉质，然后今天只要200多块，我觉得这个包色真的很不为过耶，而且有现货，重点是今天买的人下午出货哦。那因为台湾有中秋连假，我们一样哦，今天会帮
大家出货，你中秋连假就可以赶快收到拿去穿了，好不好？所以一定都穿得到。好，那黑色的部分呢，我来搭一下，就是跟大家讲，如果是黑色的话，其实我出门我觉得还蛮俏皮的，我就会带这个。像我平常穿黑色衣服，我就会背这种比较跳的颜色出门，我觉得好轻松，好好看。然后跟姐妹出去啊，或者带小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把包包放到后面，然后把小朋友拉起来抱起来的感觉很方便，要拿东西也非常方便。刚刚有介绍过咯，它呢皮革超级软的，然后它是比较不容易刮坏，尖的东西刮不太很尖的剪刀一定会破掉，但是一般的指甲是不会的。好，然后呢可以可调长跟短两种间距跟侧背，然后或者是你看这样要拿起来也很好看，我觉得这去一些晚宴穿一些小洋装拿这个其实也蛮得体的。那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有现货，但我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那有就是它是那种铜饰，就像我手上这种很有质感的铜饰的这个就是滚边，那它收边也都收得非常的棒。这个收边呢、啊、我觉得大家就是稍微看一下，它收边收得很棒。我自己啊，大家应该知道这种包包哪个牌子做最多，其实很多专柜品牌它的收边，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再收更棒一点点。我相信大家都有买名牌包包的经验，但我觉得我们家虽然这个价格跟名牌包包不能媲美，但是它的收边跟质感真心推荐，真的非常的好。好，那黑色的话呢，我也先稍微来套一下，等一下后面要介绍的风衣外套咯，好不好？今天的新品我觉得非常的强欸，为何呢？因为今天是礼拜一啊。好，今天是礼拜一当然要强咯。好，来，我来套一下风衣外套，这风衣外套是不是穿起来很好看？而且呢，它真的整体就是一件风衣外套欸，而且今天不用上千块，今天就是特别给大家优惠。九开头没有上千哦，上千呢真的是就是明天的事了。现在要满满的现货，刚刚一开始就非常非常多人买，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聪明，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就是第一波没买到现货应该也买不太到了，又要再等了，大家再等什么时候能穿呢？所以现在有满满的现货跟今天有甜甜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价格，请大家自己动作快咯。好，那我要来介绍咯，它就是一个很标准式的风衣。好，我先把它绑在后头，因为我想让它当风衣外套。好，跟大家讲一下哦，它呢它是什么厚薄度呢？我觉得是秋天可以穿的厚薄度，它是做那种我觉得有一点点薄，但是又不会到太厚，然后穿起来又是软料，非常好穿搭跟绑带，绑起来都很轻松哦。那它也不会薄到像雪纺那样，但是如果是那种我觉得像台湾30度穿起来我觉得刚刚好，再上去的话我就不建议再带这出门了，可能可以换别的外套，但是我觉得30度还可以接受。所以呢它开始啊，秋装嘛，开始要有一些漂亮的外套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买这件回家，因为好美。接下来妞儿一定有很多衣服都是穿搭它，今天这么便宜的价格现货满满给大家。好，我开始介绍了，大家都迫不及待了。好，来，它呢看到大领式的风衣外套，前片风衣外套的经典它全部设计进去了，是用最经典的黑扣，但有发现吗？它的黑扣没有很多颗，只有2颗，如果你想扣的话很欢迎大家扣起来，就是这样，两颗而已。但是呢，我建议大家风衣外套可以怎么穿？可以打开来，就是你里面要搭一些文字，或者是像我现在的素面背心都非常好看利落。再来就是手袖，来这一次的手袖我还没有任何的卷。卷都没卷，它大概是落在9分的位置，而且手袖有没有发现它做了一个立体袖，看到了吗？立体袖，然后上肩这一次是坐在旁边，以往都是坐在这边，有没有发现它非常的特别，坐在侧面哦。好，再来最漂亮的就是转背的这一片，这个是风衣外套，你买不论你买再便宜再贵都一定要有这一片才叫做风衣外套哦。那口袋绝对是风衣外套不可或缺的，我觉得呢这一件的长度很适合大家，是因为高矮都可以穿。好，不要讲矮啦，高个儿跟小个儿都可以穿，因为呢像妞儿是161，刚好在屁股这个微笑线这边，所以呢小资女孩她也不会感觉有穿大衣的感觉。好，再来呢她我都还没有绑哦，就非常的好看了，对不对？好，就有自带腰绳，因为我偷偷绑了一个小结在后面。那这件如果你是平常很
不会绑风衣，很不会绑蝴蝶结的人，你就一定要买这一件哦。好，先来介绍绑带，是做这一种非常经典的塑胶牛奶琥珀扣。好，再来，我刚刚讲手常常不太会绑的人，来，绑法有两种，一种你喜欢比较整齐的，就把扣子扣起来；喜欢比较轻松凌乱的，自然随性的，就稍微这样两片关起来，拉起来。放一个蝴蝶结，超简单，我完全没有在做任何的调整，现在绑好是这样，非常的完美好看，小大衣形式。那放心，它的厚薄度绝对是大家现在可以穿，不会买了在那边看掉在那边十二月才能穿。这个呢厚薄度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很安心的，以台湾的天气今天穿出门刚刚好，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凉爽。然后它不会非常的厚，大家千万不要担心，你们自己去看功课书就知道，海外的粉丝。好，那首秀我觉得是它整件风衣外套做的最经典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立体车位。好，没有看清楚的我们都可以到官网上去看。今天呢一定要推荐大家来买这一件回家，因为呢便宜，因为今天这种外套我们家真的卖非常便宜，而且呢我觉得它是算一个入门款，也连颜色妞儿都帮大家挑入门款。为什么？每个人看到百货公司在卖的风衣外套都想买卡其色，那你们去每一间逛，每一个卡其色的色度色调明亮度都不一样，但是呢就只怕一个字叫做黑。好，但是呢这一次我选择了一个布料的颜色是比较偏大众的颜色，所以呢即便是你比较有些人觉得自己肤色比较暗的人，你也可以喜欢卡其色，因为卡其色对大家的印象就是我不敢啦，我还是买黑的好了，比较保守。但是这个卡其色它也是带有一点点微调红色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的肤色看起来会比较红润一点。所以这一次啊你喜欢的话，今天是甜甜的价格，甜甜价就是我们剧院的新品第一波最便宜的价格，也不会有第二次了，所以你今天看到有现货又便宜，自己赶快去购买。好，是不是非常好看？那等一下我会搭一些短裤的look 给大家看。那除了你看哦，这很简单，你只要把它绑在后面，后面超完美的，完全遮肉遮腰哦，然后它也没有太多的身材限制。再告诉大家，有买过剧院外套的人就知道剧院的首秀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们全部都是走 oversize， 让你接下来再加一些薄长袖啊毛衣啊通通可以轻松的加进去。好，所以呢里面呢没有特别多做几层哦，是因为现在的季节我觉得还不用铺棉，也不用铺什么什么什么的大衣，真的穿不到，热的要命。所以我觉得这一件是非常非常实穿的，然后呢不太会绑结的人也超简单的，你看就这样子轻轻松松把它绑好咯。好，超美的。好，所以呢等一下我会有一些短裤穿搭，我跟大家讲，因为现在还没有上一些皮裤皮裙之类的，这个再搭皮裤长靴下去真的非常的好看。那我觉得这个领啊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经典大气哦，然后呢你也是可以穿得非常轻松简单。那当然如果你们平常有在穿欧尼系列的人，这个啊搭个宽裤也非常非常的适合，然后或者是呢一些小碎花裙啊给大家看一下也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啊不只是单单搭牛仔裤帅性的感觉哦，你想要搭配一些宽裤啊花裙啊完全 OK。还有我们卖场卖的非常好的这一件，想必大家应该都是有买到的，对不对？格纹的大宽裤，有点像雪纺料子，非常舒适的，这样子搭下去也是非常知性好看的。所以不单单是搭牛仔裤哦，因为牛仔裤就是单纯妞儿本人很爱牛仔裤哦。好，那除了这个颜啊，这大家赶快去抢现货，因为有现货都不用等。现在买下午出货超快，但是没有现货，这个外套想必制作要14天左右了，那14天之后再拿到跟下午明天拿到真的差蛮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真的喜欢确定要了，我觉得呢就不用等了，而且今天就是最便宜的，马上帮你一出货，很开心哈。怎么啦？小帮手默默的看着我，怎么了？我们的小帮手常常坐好旁边，都会这样子默默的含情脉脉看着我，不知道怎么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呢，大家呢很喜欢的黑色，来这一次的黑色呢。
呢，穿起来也是很厉害很瘦，黑色也非常多人戴。如果呢你还是对你自己有那么一点点没信心啊，我穿这个卡其色会不会怎样，会不会怎么样，哦，原来是小帮手想要套一下是有多厉害了，好，被说中了。好，因为这件我觉得厚薄度很够，在台湾啊或是港澳新加坡今年真的非常热，那我觉得会冷也是一时啊，我虽然不是气象局，但是我就不知道，以去年的经验就是好像不太热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很够，自己再加一些毛衣啊针织这就够暖了。那我们的手也帮大家预留了是秋冬衣服可以塞进去的。好，黑色还是非常多人买，因为不想要任何的烦恼，不想要任何的穿搭问题，所以黑色还是非常显瘦的。好，那一样我当开襟式跟绑起来都绑给大家看，很厉害哦。好，然后黑色绑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时尚，就是感觉很霸气的感觉哦。好，那料子呢保证是非常柔软的啦，因为呢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太过于太挺的，太挺感觉好像会有点为垫肩啊或者是壮壮的感觉，那我一直帮大家选的是适合现在天气我觉得可以穿将来又非常好加衣服的。好，刚刚可爱的小帮手，对啊，慧心。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很迫切需要现在的一个外罩衫，那我觉得外套不要买多，类似的形式也比较多，好看的有一两件我觉得就很实用了。来，你看这个后面的这一片啊，真的是风衣外套该有的代表作，而且随随一边边一绑它很像那种 S 曲线的小裙裙，然后就像我讲的这个长度很适合东方女生，因为呢东方女生稍微微露一点点大腿，因为女生不太喜欢露这边嘛，那就微露一点大腿。然后我要特别强调我没有加任何的鞋垫哦，你知道有时候大家会偷偷加鞋垫嘛，想要腿长一点女生，我完全没有加任何的鞋垫，我就是这样非常真实的呈现，真的穿起来比例非常的好看。袖子也不要任何的烦恼，它就是做九分，你要拉起来就拉起来，你也不用卷了，也不用卷了，然后轻轻松松，料子非常非常的柔软。好，再来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厚薄度好了。好，来，它的厚薄度啊我稍微给大家折起来，这是卡其色哦。好，怎么办，下大雨了。好，两折起来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不会到很厚也不会到很薄，因为很薄我觉得实穿性不够，接下来要走秋冬了嘛，所以也不要到太厚，但是我觉得它的质感啊整体软料又能够做到这种大领式的一个垂坠感跟笔挺度，我觉得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哦。好，然后呢穿那么黑呢，我就很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今天的这个卡其色包也很好看，那就算你买的不是卡其色，你买的是黑外套跟黑包你也别担心啦，因为我们的黑包的这个五金啊它是走那个金铜色的，不是金铜啊，就是大金，就是那种复古金的颜色，所以非常的亮。你看即便是你是全黑，但是利用了这个金色的链子是非常时尚高贵的这个 look 啊。然后你如果觉得很素的话，接下来再冷的话你可以披一些格纹围巾啊等点点围巾啊之类的，那或者是呢你们想要就是这样，刚好教大家小个儿的要怎么把链子收长短一点，高个儿的要怎么收，刚刚好教大家，或者是这样，你看这包包比例多好，就是小而巧小而美，但是该装的手机钥匙钱包口红这四样女生一定要带的东西都一定塞得了在这个包包。好，所以呢今天这个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位。好，来，我比较喜欢卡其还是黑啊，小帮手你喜欢什么色，卡其色，小帮手喜欢卡其色，我也喜欢卡其色，然后但是我们每一次选完了卡其，可是就是很多粉丝买黑色，因为就像我讲的，我觉得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接下来我好配衣服吗，接下来什么，但是两色真的都很好看。好，我再套一次卡其色给大家看，今天新品非常好看哦，我觉得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介绍，大家希望会喜欢。好，那我这个背心也是卖得非常好，今天呢二开头你们要就一起带哦。好，两色都很好看，你要买两件我也很推荐，因为这个外套你自己去专柜看，我说真的绝对就是再便宜也要1580啊，我们今天完全没有破千，新品甜甜价最便宜有现货给大家，超级好看又软料，软料还要笔挺，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好啦，女儿不能
能一直踩在这一件外套啦，我要崩溃了。我要来介绍别的，因为今天新品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好，再来呢，我要介绍这个吊带裤了。好，另外要把衣服换下来咯。所以呢，我刚刚其实到现在介绍了三个新品，我觉得都非常强，从包包到外套到小背心。好，接下来我要穿的这件吊带裤啊，我觉得也是大家不可或缺的单品哎。所以呢，很抱歉，今天东西很好买哦。礼拜一嘛，我就说礼拜一当然一定要让大家很痛苦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商品啊，今天介绍的全数现货。那如果你是中秋连假想去穿的，你今天买，下午就会帮你出货咯，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不会拿不到，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不会。但是你也要赶快去下单就是了。好，这一件呢，我一定买啊，它只有一个颜色，我这一次呢不让大家选了，也没什么黑色什么绿色什么色给大家选，什么都没有，就一个颜色哦。好，那绑带风衣外套建议大家喜欢可以赶快去，然后自己本人也是超爱的。里面这一件呢有四个颜色，有兴趣喜欢的粉丝小帮手请贴链接。好，再来呢，你要介绍我身上的这一件。好，我身上的这一件呢，大家看到它就是一件非常轻松的吊带裤，里面呢天气冷了可以搭薄长薄针织，那天气热了可以搭背心。好，那肩带是可以做调整的，所以呢也可以按照大家的身高比例自己去做调整，有的喜欢合一点高一点都可以。那记得哦，这边呢不要搭太过于短版，怕太大家小曝光的感觉，所以呢搭刚刚好长度的衣服就好了，它不会曝光。好，再来前面位置很可爱，它不是小叮当，它是两个，它是斜切口的两个口袋，非常的特别。然后下面这个大口袋是一定经典要的，这块布料啊可以去运动，它超级超级软，超级软，它没有弹性，它就是休闲斜纹布。然后屁股也做了两个很可爱的口袋给大家。好，这整件穿起来就像妞儿现在这样这么轻松哦。那下摆呢，我偷偷折了两折，我觉得对于我的身材身高比例比较好看，你们自己感觉一下。所以呢，高个其实可以不用折。那160我大概折两折，有没有看到左右腿的感觉比例不太一样？所以你就自己把衣服穿好之后，稍微折一下一折或两折，然后自己对一下镜子，看你觉得哪样折你会比较显瘦？有人可能是一折，有人可能是两折，有人可能是三折哦。好，超级可爱，这件卡其裤啊，比一件牛仔裤还便宜。好，所以呢，这个是吊带裤哦，做工非常复杂，而且这一次我们做的口袋超可爱的，它是这种婆两个的，你可以放一个是放零钱，一个是放卡。好，所以呢，非常可爱。那没有给大家太多颜色选择，因为这次就帮大家直接选卡其色。卡其色卡其裤斜纹布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粉丝所有年龄层都可以驾驭这个颜色，所以呢也不会有别的颜色，也不用问小帮手了。然后它就是简单好穿又时尚又好看又舒服。好，没有分尺寸，它是可以穿到 L 号的哦，肚围啊跟腰围都可以的。好，再来呢，如果你想要再俏皮一点，当然啊，宝宝包背着好可爱哦，就这样。好，我觉得啊 GN 的衣服很素，但是呢我觉得穿起来真的非常简单好看。那这三个单品你就算买了，你要去搭你自己家里的衣服，别人的衣服，什么衣服绝对一季可以让你穿很多遍，你花了几百块绝对让你是值回票价啊。最担心的就是担心大家买的东西只穿一次，好，那太浪费了啦。好，那你说150穿会不会太短？150不会啊，你可以自己再偷偷再折一折就好了。这个呢都是非常轻松，非常软料，非常舒适，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驾驭那个长度的问题。所以呢长度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忧，就是长度我觉得是很适合大家可以自己去做缩放的。上衣是要预购的，上衣现在没有现货，你很急的话你呢要预购好不好？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款式，然后有很多颜色给大家选择。好，所以呢这个啊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吊带裤，这个是我今天也非常推荐大家，然后大家一定要买的东西，一定要买的东西，超可爱的。好，然后如果真的再冷的话呢，我们想搭配外套的话，可以搭配今天的这个牛仔外套，这外套也超好看的。好，外套我等一下会介绍哦，外套我自己有买，但是很崩溃，我不知道推荐你们买什么颜色了。好，它有黑色跟蓝色底，等一下我会再穿给大家看。好，就是这样，你看这样搭也很好看。好，所以呢吊带裤刚刚讲了只有一个颜色，你也不用期望有别的颜色，不会有别的颜色了。好，不会有别的颜色了，超级可爱。而且呢它是这种斜纹布，非常好穿。那吊带裤
啊，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屁股很大，然后这边很宽。来，我站远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身宽是非常显瘦的，然后裤型也是显瘦，但是它不是紧绷的，就会让大家非常非常舒适。那我刚刚讲了，很冷的时候搭长袖，好，很热的时候搭背心，它就会变成是吊带裤了，非常非常的可爱。好，这就一个颜色咯。好，再来呢，妞儿要再来穿运动服咯。好，接下来我要穿的这个运动服啊，它是两色，一样哦，我们家的运动服都是做黑跟灰嘛。好，那我呢这一套啊一样是可以拆开穿，然后或是再加外套。好，那我呢先沿用我现在这件上衣，然后来穿这件裤子给大家看。好，这件光裤子我觉得所有的粉丝就会极度满意了。好，这一件啊，这是一个 set。 好，我等一下呢会再拿上衣给大家看。好，我跟大家讲，我现在是穿 set 的裤子而已，光买到裤子你就已经很开心了。好，它是一个 set， 一个短袖的 set， 然后可以当外套兼上衣。好，等一下我再来看它。好，这个呢是 set 的下身，瘦不瘦，腿长不长，然后弹性 L 号可以穿螺纹面料，所以呢你自己单穿这样出门也很 OK， 然后搭个包包出门也很 OK。腿超长的哦，这个我没有穿，这个啊我没有，就是换厚底鞋。如果是150公分，看你是要拿去改，还是你要穿厚一点的鞋，因为落地裤就要够长才瘦。我跟你讲，这一件超级瘦的。好，这个是一个穿搭，它这是它的下身。好，现在把上身穿起来。这一套今天超多人买，大大扣了150公分，我觉得顶多再多折一折就好嘞。而且它那个布料很棒，就是你折它不会下面鼓鼓的太多，因为有些小个人会担心它折很多，然后下面会很皱，对不对？那一款我建议150公分再折一折其实就好了。好，来裤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SML 菜龙都可以轻松驾驭。然后小个儿唯一你真的很不想花钱去改，或是你可以穿厚一点的球鞋卡住就好了。教大家你稍微往上绑一下，这件没有卡裆的问题，就是高个儿也可以穿。所以小个你真的很不想改的话，稍微再往腰部以上绑一点点，来裤子就不用改了。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好，那小个我建议大家可以搭一点高的球鞋啦。我这个是完全平底球鞋，你们搭有点厚度，它就会卡在鞋子的那里。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哦。然后呢，非常舒适，然后光裤子就100分了。好，因为呢，我觉得腿超长，我只有160公分。然后这裤子很实穿，你要穿 set 或是你要再搭配其他的都可以。好，再来上衣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走一个螺纹面料，这螺纹非常非常的亲肤哦。我相信粉丝买过我们家的这种螺纹套装都会非常喜欢。那这一次的套装呢，我们呢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一样是现货。来，上身可以打开来当小外套穿，或者是你要搭配其他的洋装小外套。好，那它的标准穿搭法是一个小上衣，好，一个双扣上衣，我跟大家讲不会露肚子。再来就是有没有看到它非常的舒服，它不是那一种很紧很合的。好，所以呢它是一件小上衣整个 set， 这个一定要买。而且呢我这一次其实蛮推荐灰色的，它不是灰就是黑，只要是运动装我们每一次都是出黑跟灰，因为这两个颜色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所以我们持续在出这两个色。然后弹性极佳，我跟你讲，这弹性非常的好，上下身都是同布料做的，后面我觉得特别的好看，我觉得后面特别特别的好看。好，所以呢，这个啊，大推什么颜色？如果是我啊，我自己是买灰色，因为我黑色套装真的很多了。但是如果你心有疑虑，灰色会不会胖？这一次灰色不会胖的原因，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它上身跟下身都不是做合包的，合身跟包臀的，因为有一些灰色这样很紧，你当然会很 focus 在你的大腿跟屁股，就觉得灰色会放大。但这一次上下身都是宽松舒服的，所以呢我觉得灰色反而有那一种就是很时尚利落的一个休闲感，我觉得不是那一种超级运动的，我觉得是时尚的风格。所以这一次啊，其实我蛮推荐大家来穿搭这个灰色。好，然后呢如果呢天气凉的话呢，来，我们想加外套，这等一下会介绍，就是你看灰配黑色，
好，再加一件，你也不会觉得说，哎，很奇怪，怎么穿了两件外套？你可以把里面那件算是上衣，外面算是罩衫，给它这样罩着，然后你看身材比例。然后最厉害的是灰色啊，它不贴臀，这块布料我刚刚讲，上下身都是做比较修身宽松型的，所以很舒服。这一件啊，如果大家问我大家推什么色，我反倒觉得会希望大家可以选选灰色，因为比较合身，大家可以选黑色，比较宽松的灰色是非常好看，而且最近剧院调查灰色比黑色强，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因为永远怎么样说说到最后都是黑色很强，但是最近我们家灰色真的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你看它这个上身是非常宽松的，然后手袖已经很明显看到它不是那种很窄小的，不是那种很窄小，所以你可以自己分开穿哦，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好，这个就是妞儿风格。好，我就喜欢拍照的时候开一颗扣子，围斜肩也可以，或者是呢你今天想搭个小外套当成小外套也可以，或者是你去运动的时候很热脱掉，你看这腿长不长，161公分的妞儿可以利用灰色的裤子完全显瘦。那我是穿全平的哦，大家穿一点有厚度的鞋，它会卡在你的那个鞋子上，就不会拖地了。好，今天一样是现货跟甜甜价优惠价给大家，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自己赶快到官网上去添购咯。好，再来呢第二个颜色的话呢，我就要来穿搭，就是大家觉得很显瘦的黑色。那黑色跟灰色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只是说看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套装到底什么颜色比较少或比较多。如果你之前都买黑色的话，我这一次真的蛮大推大家买灰色，因为灰色我刚刚讲这一次的版型是宽松的，不会让大家觉得这么害羞然后很容易发胖的感觉。你看黑色就是这裤子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上衣再搭下去。好，这件超多人买的，因为每一次我们这种棉料的东西啊，其实真的也不用妞儿他大力推荐了，这种舒服又好穿的，好，又非常非常的好搭，你看。好，然后呢你想要露一点肚子其实也露不太到，因为它刚好我们做就是靠住靠住，因为秋冬嘛，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想露还是不想露，你想露你就自己稍微裤子绑低一点，不想露像我现在就觉得不想露，然后我就绑高一点。好，高个也可以穿，高个超适合的哦，高个超适合的，超级好看的。好，然后一样哦，各个角度看起来这件套装就是非常的舒服。好，怎么穿就是非常舒服。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好看对不对？好，这个超多人买的。那一样哦，跟大家讲，最快的话这个现货就是下午出货，最慢的话最佳期就要14天后咯。好，差很多，我用灰色给大家近看一下纹路。好，我们家的螺纹啊一直都是非常热卖大卖，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持续有做螺纹的东西哦。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螺纹，然后它的弹性跟高个儿都可以穿，弹性大小都适合大家，然后呢也不会卡裆，身材比较高高的女生，高个女生都可以。然后一样哦，这个胸啊我觉得它也可以打开这样变比较小性感，我觉得看你去哪个场合，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去打网球，就是网球女孩，你脚不用晒黑，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好活动，又非常非常的好活动。然后如果去跑步的人啊，我觉得很热你可以把这个罩衫脱掉，上身穿你自己的 T恤 类的东西，我觉得也很适合哦，也很适合。然后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个小背心，好，如果你今天就不想要穿一套的，那也很简单啊，我们今天卖的超级好的，只要200多块的小背心，超级便宜的，而且还送你什么，哎，我跟大家讲哦，到时候你收到一件这个啊，现在买是200多块，你真的收到想再买绝对不是二开头，绝对不会是。好，这是今天礼拜一给大家的价格，我跟大家讲你真的到时候想要再回来买也没有这个价格，而且也没有货了。好，这个200多块我刚刚已经特别强调，它不是内搭小可爱，它是外穿小可爱背心，它的质感磅数绝对会让你满意，会想再来买第二件第三件，而且自带罩杯，2公分的厚垫，可拆可不拆，随便你，胸型非常的漂亮。那你看我再把这裤子拿来这样搭，这裤子很赞耶，
有没有很大推给大家，非常非常的纤细，然后灰色一样非常非常的瘦哦。好，所以裤子的部分就是有两个颜色，然后都有口袋，那臀部它不会贴臀，它就是非常非常的修身舒服咯。好，再来呢，妞儿要再来介绍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的外套咯。好，刚刚呢有跟大家说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我们要来介绍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外套。哎，你给我那个短裤好了，黑色的短裤。好，大口袋短裤，我觉得现在的天气还蛮适合穿这种大口袋短裤的。好，那我呢介绍外套的同时，我就用这个大口袋短裤。好，大口袋短裤应该也是人人皆知，我们这边卖的非常好的裤子，对不对？好，来来来，你看哦，我这个可爱的小背心，这样搭短裤也可以很夏天，也可以很秋冬哦。等一下搭给大家看。然后还有风衣外套，我也想要用短裤来呈现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外套。这个外套啊有点讨厌，是我也不知道推荐你们选什么颜色，因为呢我想说好难哦，好难好难，这是我今天不知道要推荐你们买什么颜色的什么东西。好，因为呢这个短裤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穿的弹力短裤，总共有四个颜色，深蓝、浅蓝、黑色跟白色，喜欢的粉丝目前都是零码缺色，所以呢你去看一看你是不是有你适合的，有适合赶快买好吧，因为不开放预购裤子。好，那黑裤是目前卖最好，因为秋冬嘛比较好搭。那我现在身上搭配的是今天卖的超级好，我讲了这个价格你买回家280块、哦、绝对是划算，然后绝对 CP 值超高，你会想回来买，你相信我这句话，也把这句话记起来记得。好，我要来讲我外面的外套。我外面的外套呢，这次的牛仔也是软料薄款的，但是磅数稍微多了那么一麦麦。好，软料薄款，软料薄款，但是呢随着季节我们稍微会开始加厚一点点的磅数，但是看起来还是柔软的，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啊，只是我介绍都会非常详细。再来呢，两件很明显的反车白线，一个是深蓝车白线，一个是黑色车白线，两个都很好看，因为居然也没有卖过车双白线的这种外套哦。好，所以呢这次我也很难帮大家做选择，跟就是到底该买什么颜色，所以大家自己想一下。好，来我先讲咯，它可以当小衬衫，可以当小外套，整个扣起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利用了一个就是黑白线条的一个撞色感，所以呢这个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很常去逛百货公司，专柜的牛仔品牌都有出这种反车的牛仔裤、牛仔短裤、衬衫跟外套。好，那我们这次结合了这种元素哦，那白色的扣子让它直接黑白对称，还有白色的滚边车线。那黑色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家应该没有买过黑色滚白边的，蓝色滚白边好像还有，但是黑色我觉得很少，很稀有啦。再来手袖也是一个做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里面呢都可以再加宽松的长袖或是保针织在里面，我觉得超适合现在的，太适合了，太适合不过了。然后下摆呢也是做这种我很喜欢的小抽须，抽须都不会再虚掉，因为呢还有做了一条车线把它车住，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不会越洗越坏啊，越洗车线越多。然后双口袋是牛仔外套、牛仔衬衫很经典的一个版型哦，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哎，很多都有这种双口袋的设计。长度的部分其实也是做了一个秋装的长度，不会到夏天这么样的短版，不会就是帮大家把肚子遮好，不会到短版。所以呢这个啊你要搭裙子，我跟你讲这个搭豹纹裙也很好看，或是小花裙啊也很好看。来你看黑色，我觉得黑色这样搭豹纹裙搭小短靴也非常好看。然后或者是呢你们有在剧院家买的这种落地大宽裤的这个牛仔，这个有吧，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收到，这样也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全黑的 look 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全黑就不要忘记什么，我们今天卖的这个包包卖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你想要的人赶快了，我不知道现在现货状况怎么样，但是如果是预购你也不用担心，预购呢一定越早预购越早拿到货，绝对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订单编号顺序出货的，这样全黑。然后如果你是买这个包包超好看，喜欢穿比较黑暗路线的人，我真的很大推大家买咖啡色的包。好，因为咖啡色其实蛮提亮的，那黑色就是比较基本一点，你看这样拍照的话你多一个颜色一定是比较好看。那有些女生就喜欢完
圈个性完全酷酷，那你就买黑色也可以，买黑色也可以。这个包包，包包卖超好，而且包包超便宜，超级软，然后你看里面细节超多，你看这个皮革就知道了，有的那种合成皮是非常硬的，硬到你反正就是很难装。这个呢，里面有夹层，又有拉链，拉链的里面还是做皮质。然后刚刚也讲了，这个皮革是用那种支架，它是不容易刮伤的，然后车工都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棒。好，其实呢外套啊，我觉得我自己都有买，因为我衣柜真的没有这种反车白线的衬衫牛仔外套，所以呢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今天也是甜甜价跟现货，这个非常多人扫购，因为我觉得牛仔就不退流行，所以呢每年大家都可以穿，所以大家就超爱。那有些人喜欢把它当整个是上衣，你就把它扣起来也很好看，因为它的长度跟它的版型我觉得就是两穿都很厉害。好，这个是第一个颜色，叫做黑色。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亮的颜色，就是深蓝色。这一次呢，这个就叫做专柜深蓝。其实牛仔太多太难了，牛仔学问非常多，浅蓝、深蓝、雾蓝、复古蓝，什么吸水蓝、刷什么刷白还是怎么样。但是呢，这一件牛仔蓝特别的白，它是非常标准的深蓝色，就这么深。非常非常深的深蓝色，那很好看，因为它刚好深蓝色又车白边，所以呢整个人就是噔，很亮很亮很亮的感觉。那黑色，刚刚那黑色也非常好看，它属于个性率性，然后跟特别，因为不得不说黑衣车白线的真的很少，给大家近看一下，你看两个的感觉，一个不一样，一个比较个性，然后一个是比较基本女生比较好穿搭的颜色。那黑色很多人买是因为个性特别，她也没买过黑的，跟我一样，想法跟我一样，就是我们都没有黑的。那黑色也不难搭，因为黑色在秋冬里面会有一些绿色的毛衣啊，比较大地色的卡其色毛衣啊，或者是砖红色毛衣来搭黑色都非常好看，只是说蓝色会比较简单保守一点，比较好搭，那大家自己针对自己的需求。这件我超级搭，舒服好穿又显白的一件牛仔外套。好，重点是也是五开头，我觉得今天的东西都有点夸张便宜，那没办法，礼拜一永远是推出最杀最便宜最好看的东西给大家，而且又是全数现货跟甜甜价哦。然后后背的部分也超级可爱的。好，整体上啊，我觉得蓝色很白，对不对？你们喜欢蓝还是黑？那很多人就像妞儿刚刚讲的，没有买过黑色外套，所以呢，也很想趁这个机会买一个黑底车白线的，但两色不好选。那除了搭长裤、短裤都非常好看，那我可以搭稍微比一下这种比较浅色调的牛仔裤给大家看，如果是全蓝的 look 好不好看？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给大家看一下哦。是不是很厉害？然后等一下我会再穿一下风衣外套短版的短裤给大家看 look 是怎么样。全蓝也超好看，因为呢这个蓝它就是很深很亮的蓝，所以相对的去做一个对比，不论你的下身是穿黑白蓝、深蓝、浅蓝、灰色都会很好搭，而且整个人就是很牛仔风，有没有很高级牛仔路线的感觉。好，怎么下单？我们请小帮手协助，或是你打 Girls Monday 官网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官网了，下单非常的容易。好，然后呢如果是穿上到底该拿哪个颜色的包呢？你看黑色有黑色的率性，咖啡色有咖啡色的流行度，我觉得咖啡色穿在拿起来很时尚跟流行，尤其是咖啡色配上这个深蓝很抢眼，有没有？然后黑色配上这个深蓝又很质感，怎么办？到底是要这个人比较好还是这个人好？你们喜欢哪个颜色？我觉得都很好看。那我必须要讲啦，相对之下一定还是很多人买黑色，因为就是不想要有任何的烦恼。然后但是这个颜色真的是我觉得在穿搭上啊，在质感上啊，在秋冬啊，都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颜色哦。好，所以呢这个好，谢谢，我们之后会出，大概十月多，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包今天也是用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好，那再来呢，外套听完了，好，所以呢我再拿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总而言之就是有两个颜色，然后两颜色都很多人买，这次我就不推荐大家买什么颜色。好，来，那我想要穿一下风衣外套，就是穿短裤的 look 给大家看。我们刚刚穿长裤嘛，好，那跟大家讲这个啊，如果是要穿着就是宽裤啊，也完全没有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超级夯的风衣外套，
各位千万不要等，因为呢今天有现货又有最便宜的价格给你们，我也不知道你们要考虑什么。如果呢你是在考虑价格的话，那不用想太多，因为呢礼拜一 Girls Monday 新品预购价绝对是最便宜的价格。好，我先讲了，你什么都不要绑，什么都不要绑，后面不绑，前面也不绑，光垂下来就很好看了。好，那如果想要有一点微腰身，把这个绑好，小风衣外套的感觉，稍微绑在后面，小风衣外套，开襟式的穿法，手袖呢不用做任何的调整。好，它就是一个伸缩自如的一个外套，然后自己拉下来，大概落八到九分的位置，然后呢最特别就这边。好，再来呢就是我要把它绑起来了，噔噔。绑起来超简单，这样轻轻松松，就是很有个性很完美的一个女生代表。然后呢再搭配今天的包包，拿着钩子斜背都可以。好，我觉得这颜色很特别，而且我刚刚介绍过非常多遍，它有很多细节都是以前颠覆跟以前风衣外套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一般都坐在这里有没有，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坐在这边，我觉得是非常有气势的，侧面看起来是非常有气势利落的。好，然后一样是现货，那这颜色刚刚有讲过你不用担心会黑掉，因为它带有一点点的红，所以呢让我们的肤色比较红润一点。那如果你真的是真心害怕啊想很多的人，那你就买黑的咯。我穿一下黑色给你看，黑色的气度啊时尚感也很够。有扣子哦，如果你习惯先把外套扣好再来做，就是再来做就是绑的动作，这边这扣子是真的可以扣的哦，这扣子是真的可以扣的。那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开襟式绑法，我不太喜欢扣太整齐，所以我就会直接衣服把它关起来然后直接绑就好。然后这个布料非常好绑，一绑好我都还没调整就这么好看。好，就这样，黑色也有黑色的美跟黑色的质感。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咖啡靴啊不想穿那么黑的话也可以。哈喽，今天是不是直播非常的好看？我呢哇很少礼拜一直播会超时的，我觉得今天的款式真的每一个都很精美，不论是包包啊还是风衣外套还是刚刚的运动套装还有背心还有牛仔外套。今天呢 Girls Monday 这个礼拜一呢甜甜价给大家又有现货，那如果你是赶在连假之前想要穿的台湾粉丝啊绝对来得及，现在去下单下午帮你出货，但是比较怕你慢了，因为我们到晚上通常就跳预购了，预购的话就是连价确定拿不到。好，那就算不管拿不拿到啦，反正你有喜欢的东西有便宜又有现货的时候你不买，那你非要买没货又要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生气。好，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决定刚刚或是你再考虑一下真的喜欢，我觉得不用等太久了，就这样。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好，有没有问题想问的？然后今天呢、啊、就差不多，我觉得我每个东西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认真，尤其是包包我真的大推啦，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居然非常少卖包包，好久才会来一个哦，好久才会来一个。那在下一个包我也不知道多久了，因为我觉得包包既然要卖就要卖到品质好，价钱合理，好用，好搭，这是我的宗旨，所以呢我不会随便买包包啦，所以好一定是很好用我才会卖给大家，好吧。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风衣外套真的还是很多人买黑色随便，但是黑跟卡都很经典，然后我刚刚也讲厚薄度啊跟整体的造型设计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赞，就这样。好，那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各地天气，那我必须要讲台湾的天气其实跟新加坡港澳马来西亚的那个温度差不多，只是台湾最近这个礼拜有点凉，就是大概都23-25度左右，可以开始穿一些薄长，顶多薄长而已哦，跟这种外套而已。因为我发现太厚，我试图的想再穿多一点，但是才还没出门我就换衣服了，所以其实就是也不会冷到哪边去啦，对，也不会冷到哪边去。好，刚刚上衣宽裤那一件衣服会很短吗？其实它算是短上衣加长裤，
所以呢，你把它穿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露肚。你分开穿的话，你的下身一定要拿高腰，不然它就是会露肚。这样，好，了解吗？一直期待橘园开大型购物包包哦，大型购物包包好像会有，好，所以敬请期待。大型购物包就是女生很喜欢把东西都塞进去的包包。好，来，还有什么问题吗？包包自己记得去买咯，好不好？包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推的东西。那记得直播关键字跟分享一定要分享下去哦。然后呢，刚讲了，反正今天新品预购价，如果是新粉不认识橘园街第一次看，礼拜一是我们新一三都是我们的新品甜甜价，就是比正价还便宜，大概就只有24小时，那也就只有一次而已，一个商品只有一次，所以绝对是最划算最便宜的哦。好啦，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大家你们现在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赶快去下单了。好，所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去买风衣，因为很多人很聪明，外套啊，风衣外套跟包包啊，一定要先买。然后我身上这个背心，就是我讲了，你买一件，你绝对会回来买第二件，但是第二件的价格绝对不会是你第一件买的价格。好，但就是很舒服，很便宜，然后厚磅数的，然后很挺，2公分的罩杯，可拆可不拆，三个颜色给大家。那我们的东西非常容易，直接到官网下单就可以。那如果想要有一些下单的问题，你可以询问小帮手。好吧，或者是私讯给小帮手，打电话也都可以，都可以 找到我们的小帮手。好，那重点是大家不要太久，因为我很担心大家原本想象明天可以出货的，结果太晚了那么一点，就要变14天之后，那超级崩溃的哦。好，就这样咯，直播就会价，对啊，但是有24小时哦。那我觉得大家抢的其实不是24小时的价格，大家抢的现在是现货，因为其实居然东西都蛮抢手的。我们通常到了下午嘛，我们其实都准备蛮多数量的，但是啊，其实都到了下午就会开始先预购，然后预购其实预购期在女装啊，其实大概都是7到14天不等，甚至到21天，因为冬装嘛比较难制作，制作时间也比较长一点点，所以呢，我还是要请大家有喜欢不要等太久，尤其是风衣外套啦，我觉得风衣外套很崩溃，是它制作绝对超过14天啦，我觉得我用屁股想都知道，所以呢大家有喜欢的就赶快去了，好吧。那如果就算是你买到预购也没有关系，我们正常追加期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你先买还是会先排队，如果你等太久，到时候明天开始有好几百名买，你就要再往后排咯，好不好？Hello， 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呢、啊，虽然礼拜一，然后台湾下着蛮大的雨，其实蛮麻烦的。你知道下雨带着3个小孩，手上要抱一个婴儿，我真的很怕滑倒、欸。我只有我每天都在想说，你不要滑倒，不要滑倒，我每天都警惕我自己不要滑倒，因为我觉得下雨我就很担心，不论是大人滑倒、老人滑倒，或是小朋友滑倒，我每天都很担心身边的人会有人滑倒，很害怕。对，所以呢，请大家一定下雨天走路慢一点点，慢一点点。然后台湾雨这几天真的不小，好像听说也要再多下几天，所以大家雨具啊、鞋子要穿好一点的，某些鞋真的好滑，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哦，好不好？那大家现在台湾的粉丝也在期待那个连假，因为上礼拜我们礼拜六有上班嘛，哇，才休息一天，今天又上班，其实妞儿也非常累。那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要等那4天连假，好，所以大家加油，好不好？那海外的粉丝如果没有问题，台湾粉丝没有问题，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